娱乐圈一圈，同你圈出最想知嘅娱乐新闻。热爆演艺圈话题，同你逐格睇。美国艾美奖宣布提名名单，韩国儿童影展揭晓影帝岁数。星二代潜力无限，周杰伦同女女四手联弹，迪美摩亚一家晒喷血身材啊！记得今个星期五下午6:45同埋晚上10:20，大家围埋一齐娱乐圈一圈。